使うのはなしね。唔可以用道具啊。で、应该有手机咧。いい雪だるまを作れた方の勝ち。几番呢？又继续系波子打波子机，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擅长捉弄人嘅高木同学，充满住狗粮，同埋俾女主角调戏嘅一套动漫。咁我发现最近咧，佢出咗呢个高木同学嘅 VR 版，我都想体验下俾女同学调戏究竟系点样嘅感觉，系青春，系爽，キモチ！究竟可以同佢玩啲咩游戏咧？系咪好似细片咁样同佢比赛？跟住如果啊赢咗嘅话，我挑你机，而家正式剧情有呢个体育测验、堆雪人、啤牌同埋钓鱼。嚟啦！哎哟，一嚟又见到阿高木同学喺度拉紧筋，我又拉下筋先。苏布，我哋就系以今次呢个体育测试嘅总分嚟比赛啦。嚟啦！佢话好系嘛？你赌啲咩啊？赌上我嘅性命。如果我赢咗嘅话，你就以后都唔准再捉弄我。決め顔で変なこと言ってる。佢话我一面严肃咁样讲埋晒啲奇怪嘢。咩啊？好啊嘛，嚟啦，接受挑战啦。如果佢赢咗嘅话，啊，你想捉弄我成世？唔系啊嘛 ？No problem, no problem。私が勝つと思うけど。你会赢咩？你去年都赢咗，但系今年唔同噶啦。今年我就唔系上年嗰个我啦，唔好以为仲系一年前嗰个我啊。今年我啊西片波啊，一有时间就疯狂咁样练习，所以我系冇得输啊，知道冇？诶，第一个游戏模式玩啲咩咧？选择游戏模式，如果拣小区域嘅话咧，可以垂直跳跃进行测定。咁我小区域算啦，我间房唔大，土地问题。哦，应该系嗰啲跳远啊嘛，原地跳远，睇下点样跳先。哎，我、哦、啊跳咗噶啦，我未跳远喎、啊。啊，我第一分咋，我35 cm， 我一米都跳唔到，唔系咁噶。No， 好啦，第二个测验啦，喺地面上面嘅三条线嘅向右、中、左、中、右。我而家坐埋喺张床度，我系唔会输俾你咧。Ready， start， 好，一、二、三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啊，好快哦，我啦啦，哇，转咗，向右，哇，好攰啊，哦，都有14次，但14次都系得一分，我又唔合格 ，no， 咁难嘅咩？哎，惨啦惨啦！佢想见到，佢想偷睇我嘅分数，我嘅分数得一，同埋一咋？唔制，我唔俾，我唔俾，我唔俾你睇。你高木个头，调戏高木，而家唔系高木调戏，我要调戏翻你。系算啦，俾你俾你。点啊？いい勝負だね。佢话我都唔错喎，系咩？我得一分啫喎。嗱你估唔到我一分都唔错，一分都唔错。次は逆転かな。啊！佢分数落后紧，仲要反超我。接落嚟嘅比赛做啲咩？睇下先。我低向前屈测定啊，系我好唔擅长嘅柔软测定喎。条腰要够好柔软先至可以向前弯到嗰、那个。哇！咁柔软嘅、啊、，what？先将你嘅手摆喺度 ，OK， 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快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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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！哎呀，切到个，切到个长地，唔好意思。Finish！ 耶！睇嚟我系非常之柔软啊，我有五分啊，我有五分啊。我有五分啊，五分啊，见唔见到啊？见唔见到啊？睇下我，我个声，拍你个声，你几多分？五分啊，五分啊，系五分啊，五分啊，你反超了冇关系，我反超你差唔多，
最屘係壓力喎，我最有自信嘅一項啊！我應該唔會輸俾佢啩？我最大嘅力量係壓力。高木同學頭先就反超咗我七分，即係話我只要攞到三分嘅話，我又可以反超佢啦。一定係我贏啦！三二一 ，ready start 啊！22kg，finish。哦，估唔到你咁大力噶、啊，我哋22kg几多分啊？冇写分数啊，22kg啫喎。佢系点样嘅咧？佢就咁，如果拉上面有得10kg， 拉下面就有10.1kg。喂，做咩走埋啊？做咩啫？想偷睇啊？吓死我！声音好奇怪，咩啊？你真话你吓我啊，高木同学，想吓我？做咩啊？点解控咁近啊你？啊！哎呀，开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唔记得咗压啊！我唔记得咗压啊！九分咋，总分？哎呀，啱啱俾佢吓亲啊，控到劲近，搞到我唔记得咗压啊！我变咗即系动漫入边嘅西片咁添。Rule 変更する？你话要改下规则，唔使嘅。做咩啊？私と握力勝負するの。同你斗握力，我冇理由会输俾你咯。你女仔手一定输俾我。你系咪因为忍唔住良心嘅责备，我要表现到似个男人咁样？唔系，其实我输咗。我认输，咁得未啊？西方の負けで。可以，就系我输，我输，系你，你赢咗，我输咗。本当に？いいの？真系可以，都话可以咯。你赢咗啊！你赢咗。よかった。输咗俾高木，做咩啊？私の方が点数低いし。啊，佢高分，佢低分过我，佢得27分。西方。啊，即系原本我应该赢噶，但我自己认输。来年も勝負しようね。佢话下年都要再比赛。好啦，啱啱我真系完全估唔到佢突然间控埋嚟咯，搞到我挂住望下高木同学块面。搞到我唔记得咗压，我唔记得咗比赛紧。就系做啲咩游戏可以堆雪人喎？堆雪人系咩嚟啊？诶，拎起雪球，然后改变呢个雪球嘅大小形状，然后黐上配件嚟制作雪人啦。积分会透过形状、大小、装饰三方面嚟计算嘅。哇，高木同学喺我前边喎。高木同学 ，hello。西方 ，Hello， 系我好早嘅你啊！雪が積もっててテンションも上がってるからかな。我一啲都唔兴奋，我先冇兴奋啊！でも珍しいよね。雪積もってるなんてさ。系啊，有落雪啦，正啊！上一次落雪已经5年前啦，好似而家咁正激咁样积雪咧，吓？唔系啊，我意思我一啲都唔兴奋，我一啲都唔兴奋。算啦，快啲开始啦！我哋呢个系咩堆雪人嘅比赛？そうだね。やろっか。やろっか。じゃあこっち来て。我过嚟啊！厚厚嘅手套，你以为用咗呢一个你就赢到啦咩？虽然我冇戴手套，你太天真啦！因为我咧系特别擅长堆巨大嘅雪人嘅。時間は十分。个时间系10分钟。道具を使うのはなしね。唔可以用道具啊。点解有手机咧？即系睇下。我作れた方の勝ち。俾翻你。啊？要堆出好睇嘅雪人，唔系斗边个大啲咩？そう。いい雪だるま。咁个标准真系点啊？二人で点数つけ合って決めようよ。我哋两个互相帮对方。评分啊！哎呀，又上当啦！我仲以为用大小嚟决定呢个胜负添。まあ、大きさも点数に入れていいよ。メールで言い忘れたから。OK， 但你部手机已经跌咗咯。
我咪执翻部手机俾你啊啦。Start。你揿乜嘢？部手机跌落地下喎。将制作好嘅雪人放喺呢个区域就完成啦。啊，滚动雪球嘅话会变越大嘅。哎呀，我点样拎咧？喂，真系，喂，有咩行埋嚟啊？你偷睇我个雪人，我仲滚动紧啊！有偷睇我个雪人，我而家雪人变得超大，我讲呢个世界上最大嘅雪人。哇！呢个雪人会太大，可以插落个头都得噶，可以咁样插落只眼度噶，任意我插我个雪人，可以变成雪人，变只鹿都得喎。呢个应该系圣诞，哎呀跌咗，哎呀跌咗添，冇事，吓死我，突然间行过嚟，做咩啊？突然间偷睇我。哇！呢、這个恐怖 game 嚟喎，突然间高木系喺我后面突然间弹出嚟，喺度吓我，成日走埋嚟，就咁啦。呢个就系我整出嚟嘅巨大雪人啊！嘿，上手だね、西方。发挥得唔错啊，西片。せっかくだから、机会难得，我哋边喺雪人面前影张相啊？哦，好啦，或者我帮你影啊。我可以帮佢揸手机影相，啊见唔到你个雪人喎，咁样啦，一二三，好就咁啦，见到我个雪人，见到阿高木同学同埋见到佢个雪人 ，OK， 对雪人嘅纪录形状五分，哇超大啊，大小一分吓、啊，我最大喎、啊，我大小得一分唔系啩？跟住佢写嘅字话很有个性咧，好啦，じゃあ帰ろっか，翻屋企啦，啊，走啦，唔系我赢咗咩？なんかカップルみたいだね，都觉得好似情侣。雪だるま，哦，呢两个情侣，呢两个雪人。あったかい飲み物をおごってよ。听你入嘢，啊，勝敗とは関係なく。好啦。但系点解啊？点解系我艇？哎呀，啱啱我玩呢只 game 咧，你会不自觉咁样爱上咗高木。佢啱啱挑起我，佢话啊，总系觉得好似情侣咧。呢两个雪人，好啦，暂时今集玩咁多先啦。我谂呢只 game 咧，呢个高木同学 VR 楼咧，我系未玩晒噶，暂时只系挑咗两关嘅剧情，但我已经觉得哇，非常之幸福，咁到一个会挑起你嘅女同学一齐生活，一齐。二人世界，哇，是咁开心咁快乐嘅哦！咁、如果大家仲想我玩埋落去，玩埋其他唔同公募同学 VR 佬嘅模式，就 like and subscribe。我系波子，咁我哋下一集再继续玩落去。终于唔使再睇下公募同埋西片两个派狗粮，终于唔使戴黑超，而家我就系西片，而家我就可以食狗粮，正啊！